上，乱枪打死他们。鬼呢，老大，这里全是武器啊。带上家伙追。人。哎，长翅膀了，什么声音？啊！中气了！啊！啊！雷震宇，我陈光远算是敬你，送你半条街。让你死也死得这么有排场。哎，对了，光远哥，雷震宇应该有不少卡牌吧？他们的手机也都埋了，没办法了。嗨，你这一说倒是怪可惜的，听说那个家伙都集到100多张卡了。好吧，卡片可以慢慢攒，大仇报了就好了。可惜小刘他们的尸体也被埋在下面，找不到了。这小子人情味还挺重，不赖。走吧，回去再说。兄弟们，安息吧。陈光远，你们给老子挡着！不想死的，给老子让开！找死！像那个鬼地方一样。你们饿吗？吃的，吃的，吃的，吃的！给我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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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吧。给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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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吧！杀人了！我知道你们已经3天没吃饭，很好。这块面包将属于你，至于谁能抢到手，靠你们自己的本事吧。
夏雷，你比我小，打不过我的。小雷，咱们是同伴，是吧？那为同伴奉献一下，理所应当的吧？可恶，我们平分总可以吧？很好，他归你了。慢点吃，小子，已经没有人和你抢了。看你小小年纪，下手居然如此果断，我喜欢，以后就跟着我。老子的命是自己挣来的，你们太嫩了。等一下，不太对劲，放哨的人呢？不会是开小差了吧？嘘。警惕性这么高，还能从雷震宇手中溜走，陈光远，陈大哥，果然名不虚传呢。我的人呢？哟，听闻陈大哥向来照顾自己人，果然如此吗？可惜啊，那些老弱病残早就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了。他们到底怎么样了？喏。这就是他们临死前最后的价值。哼，就十几张牌。你这女人也太狠毒了吧。狠毒？在这个世界里，这应该是一种美德吧。为什么这么做？你要对付的人是我吧？哟，陈大哥，别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。说实话，你那几十张卡牌还不值得我大动干戈。这个小朋友，雷震宇一直在找的最后一张卡牌，蓝色玄武威，是不是在你手里呀？你怎么知道？明明，当然是有人告诉我的了。难道是？陈大哥，凭你的本事，你早就应该想到吧。雷震宇能找到正在找礼包的你们，还有我们能找到你们基地的位置，当然是你们自己人告诉我们的呀。别得意，谁死谁活还说不定呢。呀，你怎么跟大姐说话的？诺阳。不要反抗了，乖乖配合我，让你早点解脱。解脱？哼，雷震宇已经被我们杀了，你有什么理由再为一个死人卖命？为他卖命？为他卖命？你以为那个头脑简单又自大的暴力狂值得我卖命吗？也难为他劳心劳力收集了那么多卡牌。不过说白了，他和你们一样，不过是我的工具而已。
常常想世界多么奇怪，我们要多余般存在，空洞的生活，空洞的无奈，重复着出生到说拜拜。你突然出现在我脑海，像宇宙转折接踵来，尝试不同玩笑安排，秘境从此打开，跟随陌生的未来，步步精彩。看太多是他最好的安排。自己交出来吧。交卡可以，你必须先放开光远哥。小明明，不许交！光远哥。杀了他们！多亏了你们了。你们都没事啊，太好了，咱们快走。哼，别再演了，政委，你就是队伍里的奸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跟我上仙成仙。原来你也在看腾讯动漫啊。我只是课余打发下时间而已。让我翻翻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作品。我只是随便看看，还给我。你还装？腾讯动漫 APP 有喜好收藏功能，一看便知。我只是觉得这个漫画挺有趣，这个作者挺有才的。那个，这是我原创的漫画作品。腾讯动漫，你的作品同桌都爱看。你的血是我的救赎，这些魔人的小妖精都是我的，不择手段也要把你留在身边。对班群集，谁与争锋？九月精彩内容尽在腾讯动漫 APP。